好，我们现场的声音音响都先暂停。好像还有一个声音手机请各位按关静音或者是把它关机我们两点到五点这个三个小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很专注很轻松的喝茶都在这里所以请大家关机因为一个声音出来可能就会干扰正在表演的人或者是正在泡茶的人这个思绪或者影响其他的喝茶的人的这个宁静所以我们现在都把手机关起来好那待会儿呢我们正式要喝茶的时候呢我们也保持静默就不要问这个茶师这是什么茶怎么泡的我们就静静的喝茶就好了好我们现在呢准备茶人要入场了